走，小心啊！锦灿大人，小心点，别误伤了他们，他们都是活人。啊！这些傀儡没完没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先打倒操控者。毛小子还真是小看了你们，总算都出来了。你们把其他人怎么样了？再给我上！这么多人，你不会懂的，我都是为了孩子，有了你金蚕宿主，我的孩子就有救了。你们用这种方式救自己的孩子，让一个无辜的小孩背负这么大的罪孽，你想过他愿意吗？别跟他废话，不留活口了。千毁万重，独尊无体，独王独圣，尽归无身。金蚕大人回来。